学戏苗哈，拿不出去哈，你怎么样？戏呀，你在吗？在这边，横在这边。我可能是刚刚来的。你在睡觉，我喝两个而已。有，真的真的真的，他出来了！天哪，他真的出来了！完全无法掌握状况。你要不要快吃饭，好不好？帮你找家。You are my precious。有一只奶猫正在求救当中，呼喊了一声晚饿的肚子。太久无听到，带这个。熊熊造出来了哈。可能在最高点，不得直接去帮我拿的。当地边嘿。谢谢。会干干净净，我们干净喂食，干净抓脏。小猫咪。你看你也是打火。我来给你回复，玩不的猫友。太神了哈，给你安尼聊聊。这几个细苗哈，拿不出手哈，伊就无去啊。你在吗？在这边，横在这边。你也开？对，你问他几个人？我可能是刚刚来的。你在睡觉，我喝两个而已。你在里面吗？不可笑。我靠，每天看几个？两两位在家。你要不是因为长颈鹿的关系。从外面下手了，我们先把它维护。我们家做生意的，张子这里来对的，对啊，对啊，就调一下呢。嗯，太神了哈，把你刚才搞了掉。I'm sorry， 不是我不救你，是救不了你，救援的无奈，完全在意料之中，这就凸显爱爸爱妈们的伟大。Hello， 你们三位，你真的是明天把握你的幸福哎，小胖胖，天天哦，看晚上要不要去救，这机会还真的有够低，要多加油，几乎不可能的任务。因为我觉得猫咪已经不在那边了，我们至少去看它在不在吧。哎呀喂，这只狗狗好大只啊！怎么办？它的嘴套掉了，表示它可能是会咬人的，是吗？哦，听到猫叫，猫还在里面。看人啊，底家快一把刀咬出来吧。哇，我的妈！会当啃去，多谢啊！它在我就得救了。有够冷的天气，是有人搞阮同伴讲叫有一只猫啊，在听海哦，看起来两个尾端呢。我唔捌看过。缘分的啊。嗨 ，Hello， 你可以叫他出来吗？大黑，好，我把他放门口好了啦。他要出来，一定是从门口出来嘛。然后我在里面放猫的叫声，完美。可是他会不会来吃啊？兄弟，同是芸芸众生，何不厚此薄彼？先把它设定好。看来等一下我得陪狗玩呢。猫咪危在旦夕呢，赶快让我救到，让我下班。我抓到，我买鸡排给你吃。蚊子真的好多，设定好了。你不要在那边狗狗浴室好不好？我要救猫，你不要给我压力，我这个人很没胆的啊。今天要当流浪汉的。狗狗不可以，狗不可以。我说我会跟你吃甘蔗鸡，就是会跟你吃甘蔗鸡。你有家人，你赶快回家，回家很晚了。对不起。哇，老板下班了，他在门口了，我觉得他在门口了。我们先离开，狗狗，你要过来看热闹 ，please。You know， 你再过来一次就没有鸡排了哦，我认真的哦。我觉得他很进来，要不然就是我幻听了。有，真的，他出来了！天哪，他真的出来了！可是我没有笼子，我只能期待他去吃了。老天爷啊，机会就这么一次，是虎斑，他看到我了吗？我们先离开，狗狗，拜托去吃 ，baby， 对，进去吃，赶快，好生活给你哎。所以他其实是随时可以自由活动的，那这样就放心了啊、哦，至少不会卡在管子里面饿死。No， 对面那一家人一定觉得我很奇怪，他一定得出来的，就看怎么出来而已。在那边看着我，你好。又出来了，去吧，你不要闹，进去吃哦，慢慢来，他已经发现里面有东西吃了。小伙伴，哥哥在等你哦。哎呀，走错地方了，不是，这样就不好了。啊，摩托车过去了，啊，他跑进去了，快点，凡是你先进笼，还是我先溜出来？你再不出来的话，地上就一滩水了哦，可能会有路人滑倒。好吃的哟。进来了，好厉害哦，听得到了。现在方圆100公尺的狗狗应该都很想朝我这边冲过来。出来了，希望它有吃到，因为我没有手机，我也没办法看，希望它不会绕到后面来。我又不能离太远，那只狗狗蓄势待发，你愿意出来吗？孩子，出来就有得吃，运气好还能有个家。赶快出来，我也累了，我还有很多工作哎。我现在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连屁都不敢放一声，我现在不敢动，即使我被狂叮当中，哦、好恐怖。对啊，进去吧 ，OK， 完全无法掌握状况。合上了，但是有没有抓到？合上了，有抓到吗？有抓到吗？有欸，嗨，小笨蛋，啊，没事，你怎么那么容易就被抓住了？好，我知道你是个乖孩子。他没有凶的打算呢，他只是一直在串而已。你先不要紧张。抓到了，你有在发直播、哦？有啊，我想说你要帮忙，所以我赶快过来啊。到家了，又是一个循环，这就是生命。他应该是一只很乖的猫，要不然他应该会气不服的。凶呢？你这是很苦呢，好漂亮哦。你要美啊！我看他的五官，应该是女生。你可以先进去吗？
过去的孩子，来进去，对，他出去了，好，就在里面，先别紧张，先别动，两位，小蜘蛛。没紧张，还是先给你吃东西。好了，都给狗狗吃了，你先吃这个止饿一下啊。哎，你好，要叫你蜘蛛虎吗？好强哦。好了，没事，来吃东西，肚子饿，有水有吃，这个神行，可能刚满两个月之类的吧。很厉害呢，先吃饭，有份饭可以吃。好，我先找个毯子给他。别怕了，孩子，我见多了啦。你把里面搞得到处都是。这样比较好吗，小蜘蛛？安全气囊给你。OK， don't worry， 不要怕，他吃饭好不好？帮你找家。You are my precious。我知道你在装乖而已，明天开始你就会开始在那捣蛋了。来，我来看你吃男生女生哦。好的，没事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是男的女的。我猜对了，是个女孩子。女孩子。啊，小甜甜，甜我，小甜我，来，再吃，好棒，来，要多少哦，就成为小甜甜了，你的名字出现了，男生女生都一样，没什么差别，我觉得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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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样吧。